用抓的款啊，五点，今麦几人五点？啊，未三五点，像我四点半就来啊，来啊等。哦，你四点半就来啊？啊，就不想来啊！我想讲老人困袂醒，啊，拢有一个关心呐，有关心要来创哪啊？咱就安尼张弛啊，安尼呐，哦，啊，想讲咱就有一个责任呐。啊，你若无一个责任，你有要困到人上进不动安尼来？啊，阮这是台南市后壁区树安里。啊，阮的清洁日是一个月啊，清四次啊，每星期六的早时啊五点啊，阮在环保义工啊，大家就出来遮安尼，迄落清扫啊兼运动安尼。啊，你本身是做啥？阮在拢大家是拢做田的啊。啊，拢即个较年岁较有诶，即个啊，迄落做中年人甲老人啊，即有时间诶，有较有闲诶人，啊，拢着出来参加呢。啊，现在鱼啊哈，现在鱼啊是按照三顿吃，现在只鱼啊一包照三顿吃哈。啊，你袂使吃柑仔乳精，袂使吃西瓜，你知影无？哦。林妈，阿莲啊，哎，出来看一下哈，来，来，阿你可以进来无？这两料都发烧哦。这芒果在火里，把青蛙带去。不提了呀，哈。一定要蒸水啊！一二八。啊，你等下，我去给你煮一个过夜哈，吼，好，我给你用，好。一二八。哦，我等下看看。啊，落雨要安怎送？有啊，我嘛是再来送啊。无，我即阵啊上好。有，我家己用。去送啊，自己用啊。嗯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啊，因的文化，但八九年国小吼，这个小朋友，因妈妈带因看电影，对因去过，哦，啊，的印象，啊来介绍咱的社会，你们知影？咱正
徛这个所在是迄个台糖的信号站，完整俗称叫做电话寮啊。吼，就是甘蔗以前的中文站。这个所在哩，以前的时阵是带阮这个社区的里面真济的回忆啦，吼。啊，因为没落去啊，啊，所以讲原有这是杂草丛生，足少人来的所在。吼，啊，所以讲啊，拄好台南主角这里建筑师，因啊阿个阿志老师，因南华艺术大学这个小朋友，啊，愿意来咱社区来咱斗相共来带咱斗设计，吼，无论设计。做工课，拢非常的投入，吼，啊，拢用在地的迄个题材，吼，无论木材啦、砖啊啦，只要是荒废，拢是放伫某一个角落，吼，伫里面厝，原本这是无效的物件，但是来，吼，阿志老师因来发现着，搁来这物件，搁会当恢复因的生命力，买当我这个信号站，会重新活开安尼，吼吼，里面啊，是讲会当经过这的人，会当来这佚佗。或者行行来熟悉咱苏安社区，吼，下一个农村的生活，把这个休闲的农业吼，大家做一个起头，安尼。